想知道怎么让平日保养变得更精致吗？光会保养还不够，飞利浦美容小家电让你在家里就享有专业级的美发护肤沙龙。其实我相信每个人家里应该都有一个飞利浦，我这样讲对不对？有没有？大家都点头，对不对？我家里也有，而且都不会坏，知道吗？飞利浦带来一个最大的宗旨，它就是让你在家里也可以轻松的在保养，或者是在居家要吹头发的时候呢，可以享受到这种宛如沙龙级的这种享受。这一支呢叫做新一代温控天使护发吹风机，好，它是可以温控感应的，然后它是可以帮你做到护发的吹风机。所以像我自己就是洗完头，然后就会像这样子，直接把这个风罩放进去，然后呢，轻轻的转一转，你看它就蓬起来了。它会去侦测哦，你皮肤表面，就是你的头发上面的湿度跟它的温度，所以它不会过热受热之外啊，它可以帮助你的头发的发芯留住和锁住85%以上的水分。其实飞利浦的这一款净延缓产节补饮呢，它是旋转加震动一起的。这个技术呢，可以在你一分钟以内来帮你做到深层的净肤，还有活化的功能。好像就是在帮我的脸蛋做 SPA 一样，就是好像除了洗脸之外啊，还有兼具按摩的效果。头发到这个净延缓产节肤，大家都其实在生活上是每天都用得到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好好呵护一下自己。头发很容易毛躁，然后今天参加这个讲座之后，我发现飞利浦的吹风机让我好心动哦！它吹完之后头发变得很柔顺。刚刚试用了新一代天使护发吹风机，我感觉呢是觉得头发很快就可以吹干了，然后还有保有原本的头发的光泽度。它可以很快的让你头发达到蓬松的效果，而且它温度是很温和的，不会让你觉得头皮过热或是哪边会不舒服这样。真很开心，就是来主持我们Fashion Guide的这个百万凭借美妆赏的这个飞利浦的我们美容小家电的讲座。今天大家看到我现在是素颜，因为刚才试用的是我们这个净颜焕彩洁肤液，我觉得它真的很厉害，因为它除了横向之外，还有纵向的，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清洁我们肌肤的毛孔，好像把我们的居家保养升级成就是我们专业的这个沙龙的 SPA 一样，请大家一定要体验看看喽。